哎，那个中秋节哈，马上都要到了，在那里，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那么既然过节，肯定都要吃跟那个节有关的东西啊，比如说中秋节嘛，都该吃点月饼。哎，但是今天呢，江头哥呀，专门从网上啊花了898买了一件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。哎呦，那是礼包啊，里面有个礼包。每个蟹的那个身上还有标签啊，可以看一下。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啊，10只。哎，刚刚10只。哎，还专门配的有一个，配的有个秤。哦，既然配了秤嘛，那我们再称一下哈。10只蟹哈，里面呢有公有母，都晓得那个大闸蟹哈，那个公蟹肚皮是尖的，那个母蟹是圆的哈，肚皮那个壳壳的。来，我们来称一下，那只公蟹188啊，3256啊，那只母蟹相当于说，那10只大闸蟹。五公五母，那个公呢，大闸蟹基本上重量在3.5到3.7之间啊，那个母蟹在2.5到2.7之间。哎，大家都晓得哈，一般吃阳澄湖那个大闸蟹，那个最佳的季节是在90月份。但是今天豆哥嘴馋了，所以说先在网上订了一箱来尝下鲜。马上我们就开始下锅蒸。看一下，每一个蟹身上都有一个防伪标志啊，就相当于他们的身份证。准备好。马上开喽！里面有包蟹醋啊，专门吃那个大闸蟹的。那是姜茶啊，因为那个大闸蟹它是属于那个寒性的啊，配包姜茶喝。还有那个专门剔那个蟹肉蟹黄的，有把剪刀。来，哎呦，你看，好大一只啊！哇，那个梭梭都好粗一根啊！但是记得只卖蟹不卖梭梭。哇！蟹黄！对，蟹黄，
印象当中啊，有时候我们吃大闸蟹，它会吃到一些，比如说那个有点那种土腥味的，啥子原因呢？那些大闸蟹啊，它饲养的环境，比如说它那个是个圆塘啊，或者那种嘟嘟啊，那个池塘底底啊，它是有泥巴的。他说那个吃起过后啊，那个都有那种土腥味。为啥子那个大闸蟹它吃起都没得那种土腥味呢？是因为哈那个阳澄湖啊，它整个那个湖底都是青石板哦，没得泥的。所以说那个蟹出水的时候啊，都是干干净净的啊，吃起都非常的舒服，味道都非常的正。那份豆哥的体验呢，我感觉哈还是非常的不错。